各位来宾，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桐乡蒲苑毛衫时尚馆的现场。接下来将在这里进行专场流行趋势发布的品牌是千盛喜。浙江千盛喜服饰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发展高品位、高质量的毛衫服装事业。 以创造流行、引导时尚的品牌意识为追求，将最新科技元素和设计理念融入每一款优良产品中，形成了独特的产品风格，取得了良好的知名度。今天，他们用独具鲜明的色彩与风格为我们卓然优雅之风即将上演。首先，我们很荣幸地有请千盛喜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根先生为大家致辞，欢迎陈总。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千盛喜服饰是一家专业设计、生产羊毛衫和纱面衣的服装企业，公司总部坐落于长三角腹地桐乡蒲苑毛衫城工业园区。公司经过28年的发展。 现拥有占地面积2,25,000平米，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固定资产超过5,000万元，拥有各种先进的设备200多台。接下来，千盛喜团队给大家带来精心制作的2大系列产品。 我们设计师柔合了中国风的精髓，将中国元素和时尚女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中国女性的传统旗袍被中国国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的国服。不懂旗袍，就不了解女人的风情；不是明艳，就不知女人。 而明艳的旗袍更是之中之精华。旗袍是艺术和社会人文的结合，是一种经典的女装，这也是我们设计师灵感的来源之一。坐落于古镇蒲苑的千盛喜服饰，深得羊毛旗袍的精髓，在传统面料的基础上。 不断地改进、设计、开发出新时代的旗袍，同时结合私人定做的旗袍，我们将接受中高端的私领业务。有意者，请与我们联系，千盛喜服饰欢迎您加入我们千盛喜商业的联盟。最后，我祝大家事业辉煌，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谢谢陈总，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千盛喜带给大家的视觉盛宴——岁月静好，最美中国风。 Thank you.
Thank you.